是我，你的寄托不是我，你只是路过。既然你的温柔躲不过，我的爱已不能守，我何不洒脱？在我心中，你的一切不是梦，你的蹉跎都是我，痛得我很痛。奥双姐，龙儿一定不会丢下你不管的，他很快就回来了，你放心吧。我已经同意让龙儿自己做决定，如果他愿意跟着我，我还是要跟以前一样的教他养他，不会当他是个皇子。如果他想留在宫中的话，我已经为林家尽了力，你就没有什么遗憾了。奥双姐，小红，你不用为我担心了，我还有冤仇未了，我不会想不开的。龙儿的事，我已经很对不起林家了。如果公婆的冤屈，我再不能为他们昭雪，那我不是没有颜面去见他们了吗？是不是？万岁爷，我娘说我有两个爹，我可不可以自己选一个？怎么选呢？这天下都是朕的，你做朕的皇子，要什么有什么，朕绝对不会亏待你的。我只想跟我娘在一起。万岁爷，我不想你已经知道了，龙儿已经有一个爹，我不能再做你的皇子了，不能再喊万岁爷爹，这样子做是不好的。万岁爷，龙儿知道万岁爷对龙儿很好，龙儿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万岁爷，这真是老天跟朕开玩笑，既然肯给朕这么好的儿子，却又让朕不能留下，难道真要朕跟个平民去抢孩子吗？万岁爷，我爹爹他只有我这么一个孩子。好个不忘本的孩子，朕若不成全你，岂不叫你看清了朕？好，朕准你做林家的孩子。叩见皇娘，皇娘吉祥。微臣是叩见太后，太后吉祥。都起开。谢皇娘。谢太后。龙儿，来，来呀！
你终于来了，可把太后奶奶给想死了。来，到奶奶宫里去啊。皇娘，儿臣已经答应。龙儿的事儿咱们早就说定了，其他的事儿别再急了。梁妃，臣妾在。快带龙儿去换衣裳，看看我给她选的那几件衣服好不好看。去，快去。是。去吧。皇娘。皇上。去呀、啊，来来来，我们走吧。又要去哪里啊？到我宫里去啊，以后那就是你的家了。是啊。那我不要去，我要回家。来，我要回家。送皇娘，送太后。万岁爷，是太后，这个会该怎么办才好呢？姐，你别难过了嘛。哥，你倒是说句话啊！你看我双姐伤心成这个样子。哎，我说大人，您平常不是牙口挺伶俐的吗？怎么到了紧要关头，你就不说话了？这句话是本来我要跟你讲的，才好你先讲的。奥双，你要沉住气，不要乱了心了。这留下来并不是龙儿的意思，你要感到安慰啊。正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才更难过。龙儿如果是心甘情愿的，过得是好是苦他都得自己受，可是他不愿意待在那里，日子再好他也过不下去。看在我这个做娘的心里，我怎么会不心疼呢？大人，太后把龙儿留下来，是不会再让他回来的了。大人，你摇头干什么？你不是计较？我嘴未开，你就看到我的牙齁，我简单压个头，你不知道什么意思。你摇头的意思是不是事情还没到不可挽回的地步？不错。大人，你救我，救龙儿！快起来，起来，起来！双姐，起来。太后之所以对你成见深，那完全都是梁妃的关系。如果你的冤情得以昭雪，或许太后对你的印象还会改观呢。不过大人，这虽然李平跟林有福已经供出幕后的主谋是那玉大学士，不过要是他来个抵死不认，咱就算把他打死了也没用。驾玉大人，下官感激不尽。来人呐、啊，在给玉大人看座。在。施大人，你要老夫前来协助你办案，怎么是这么个味道？
这是下官礼数不周，请大人包涵。大人请坐。嗯，好吧，既然我来了，有什么事儿快说吧。多谢大人。只因日前有两名嫌犯前来投案，供称受大人所指使，意图谋害石傲霜，杀害不成，反遭大人毒害，不知大人可知此事？一派胡言！老夫乃堂堂一品大臣，怎会教唆杀人又毒害他们？石世伦，你就是为这么无聊的事请老夫来的，恕老夫不赔了。大人请慢，大人请稍坐。下官已将人犯带到，不消片刻，就会给大人一个交代。大人请坐。哼，带人犯，带人犯，带人犯。跪下。堂下何人？草民林有福，小的李平。抬起头来。是。你们。尽管是没有尽管有无法有人爱。你们，大人认识他们？哦，不，不认识。老夫怎么会认识这种作奸犯科之人？我们作奸犯科？哼，于大人乃是好人呢。没错，要不是你唆使我们替你作恶，我们怎么会在这里？放肆，大胆！石大人，他人若说是得老夫，绝对是想借老夫之名脱罪。我并不认识他们，他们的一切作为一概与老夫无关，恕老夫还有要事，不能协助你办案，告辞。且慢！怎么，老夫说帮不上忙，还要强留老夫，莫非想栽赃不成？李大人，下官什么都还没问。大人如何知道帮不上忙呢？大人请坐，请容下官问个清楚。林有福，你和李平教唆丁家兄弟杀害石傲霜，且意图先毁名节，再害人命。丁家兄弟已坦诚不讳，可有此事？是，确是如此。草民是听从于大人的指使，务必要除掉石傲霜的。胡说八道！大人请稍安。林有福，你曾向本府说过，你并不认得于大人，那为何你会受他的指使谋害人命？回大人，草民因为跟石傲霜官司未了，求助于大人。于大人为他的女儿能够顺利领养龙儿，便要王志坚指使草民诬害石傲霜，就连同上辈赵红诬害石傲霜的一切，都是于大人叫草民这么做的。于大人说，草民若不听从于大人所言去办妥的话，他就会连同司大人一起维护石傲霜，让草民的官司赢不了不说，甚至连同草民书省的冤死
也要当成是草民所为。草民深感官官相护，若不依于大人所言，下场一定很难看。草民为了自保，不得已才勉为其难的。师德大人，这点小的可以作证。于大人要小的帮林有福做这些事情，他还许诺小的做保定府八县的总捕头，连派令都给小的看了。胡说！派令在哪儿？拿来给我看。你，哼，石大人，此二人满嘴胡言，你却任由他们诋毁大臣，你到底是何居心？贾师爷，玉大人，这是保定知府连夜差人送来的一封信，上头写着是您要他将李平升为总捕头的事儿，这可是您的亲笔，您请过目吧。林有福，你要供称，你等二人未能达成任务，本府又弃拿圣旨，故而必入玉大人府中。玉大人怕你二人以此要挟，又以毒酒毒害你们，可是如此？是，确是如此。哼，谁见到你们到过老夫府中？谁见到老夫毒害你们了？胡说八道也要有个谱。施世伦，你是这么办案的？来人呐！在传大学士府王乡王明，带王乡王明上堂。大人，大人救救我们！救救我们了！救救一下！玉大人，此二人可是你府中下人？张牙，在。可是此二人将林有福、李平失守，是大学士府中西出，并置于荒郊之外。回大人，确实是这二人无误，属下亲眼看见这二人趁夜将林有福及李捕头的尸体从玉大人的府中吸出。大人啊，救救我们了、啊、我们是按照你的吩咐去做的，这不关我们的事啊。闭嘴，没用的东西。王明、王祥，你们可曾能丢弃尸体？大人，我们就做下人的，主子怎么吩咐我们就怎么去办事啊。贾师爷，让他二人画押。徐世伦，你口口声声说我毒害他二人并弃尸荒野，如今他二人不是活得好好的在这胡说八道，我是怎么毒害他们的？玉大人，请问他二人所说是否属实？哼，你要是能证明我如何毒害他们，老夫就给你个满意的答复。好，玉大人堂堂大学士，又是贵为国戚，想必言而有信。玉大人，你可知道你自大内拿出的鹤顶红早就被换成一般的迷药，你太过于急躁，并未查明他二人是否断气，就急得将他二人弃尸于荒郊之外，这就是他二人如今能在堂上作证的原因。玉大人，
你可知道是何人换过此药品？可否需要本府传他上堂作证？用不着。石世伦，你不要用话急我。不错，一切都是我吩咐的，就算是不法，也轮不到你小小的顺天府来办。有本事再到皇上面前参我一本。在本府公堂之上，本府只问你认不认罪。认不认又何妨？你敢办老夫不成？你可认罪？好气派！老夫认了又何妨？我看你。万岁！万岁！万万岁！陈玉荣，玉荣，你说的没错。施世伦是奈何不了你，将他交由大理寺处置，让他杀人偿命。万岁，臣遵旨。万岁，万岁，万岁。这是不是太重了点儿？玉荣到底是梁妃的阿玛，这算来……皇额娘，只怕梁妃也脱不了干系。儿臣不信梁妃会不知情，不然玉荣哪来的鹤顶红啊？皇额娘，冤枉啊！臣妾完全不知道。臣妾也不相信我阿玛会做出这种事，除非是为了大清，为了朝廷，为了万岁爷，为了皇额娘，不然我阿玛为什么要向一个弱女子下毒手？皇额娘，这样说不过去的。臣启太后，皇额娘，您深明，如果真的是我阿玛做的，你要给她一个申辩的机会。不能就这样杀人偿命，皇额娘，臣妾求您了。启奏太后。皇上，梁妃说的对啊，总该给玉荣个机会，让他解释解释。皇额娘，是儿臣亲耳所闻呢。好了，让我这老太婆听一听，成不成吗？打杯，叫玉荣来。奴才即刻去。启奏太后，臣以为……石世伦，等我听完玉荣怎么说，你再以为，可以吗？微臣遵旨。太后救臣！太后救臣！你什么话都还没说呢，就在那儿喊救命。玉荣啊，你这大学士是怎么当的？臣无状，可是臣有冤屈，请太后做主。玉荣，你是说朕冤枉你？臣不敢，可是臣有下情上禀，请太后恩准。好了，叫你来就是让你说话的，你就说吧。臣启太后，是臣叫人处置石傲霜的，但是臣的一片愚忠都是为了太后，为了皇上，为了龙儿阿哥。朕知道你是为了龙儿，但是朕已经答应你，龙儿交由梁妃抚养。你为什么要杀害石傲霜？你不知道他有恩于朕的吗？
太后，可还记得臣所说董鄂妃之事？看皇上维护她的神情，臣恐怕不幸而严重。太后，臣一切所为都是为太后想，为朝廷想。太后，臣无罪，臣一切都是为了大清啊！太后，允容，你还不认罪？好了，这件事儿，玉荣是告诉过我，我是知道的，一定要办，办我好了。皇额娘，皇上，人家玉荣忠心耿耿的，石傲霜既然没死，他就不算有罪了。这件事儿就这么算了吧，都是一家人，不要这么计较嘛。谢太后恩典。谢皇额娘恩典。太后，玉荣啊，臣在。往后做事检点点儿，别再让人家说你罔顾国法啊。好了，都下去吧。是啊。臣启太后。薛世伦，石傲霜固然生了龙儿，但他不配教养龙儿。他该有的过错，也不能因为龙儿而减免。你该办的事儿，早点办完，那才是正事。归安吧。那微臣告退。微臣在。你回去以后好好劝劝石傲霜，让他宽心，朕会还他公道。启禀万岁，石傲霜倘若问起龙儿，那微臣该如何回答？朕知道他的苦，但朕也有朕的苦。好好照顾他。大家都有苦，石傲霜最苦。大人，万岁爷交代了，有时间他会再去探望石傲霜的。真可恶，就这么放过玉荣，连我都不甘心啊。还让公公做了一次梁上君子啊。你放心，我有预感这事儿不会就这么了了，非得要让这个玉荣啊尝点苦头才行。但愿如此。这怎么可以嘛，就说杀人也就算了，他还亲自动手毒杀，这说到哪都说不通嘛。是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根本就是屁话。太后还有为什么还要维护玉荣？这算什么嘛，龙儿都已经进宫了。太后非但不怪罪玉荣，反而处处维护他。很显见的，太后对傲霜有很深的成见。我担心的是，太后恐怕还会有其他的动作。动作？他们还有什么动作？龙儿都进宫了，他们还想怎么样？我知道，他想要我的命，因为这样才能使龙儿断了出宫的念头。傲霜，你多心了。我不懂，他们有那么多的皇子，为什么非要龙儿不可？为什么？傲霜啊，这万岁爷跟老太后的心情跟你也一样啊，毕竟龙儿也是他们的骨肉嘛。既然是骨肉，为什么非要龙儿受身离死别之苦？
难道皇上的家人是骨肉？一般人就是木头做的，没血没肉没感情。皇上，你说的不错，其实万岁爷也能谅解到你的苦处。万岁爷说，大人，所有人都眼睁睁看我的儿子被强行带进宫去，却没有人肯为我做主，这个天下还有王法吗？太后贵为国母，强抢我的儿子不说，还纵容他的臣子欲置我于死地。我知道大人也曾挺身而出为我伸冤，我不敢说官官相护，但是大清的王法竟然抵不过一个女人的自私。大人，在傲霜眼里，大清的王法已经死了。傲霜姐，好，让他去。真看不出这个傲霜性子这么烈。那这个龙儿乖啊，听奶奶的话，吃点东西好不好？那就喝口水吧，总要喝水的，是不是？龙儿，奶奶的乖孙子，你怎么不吃不喝的，要闹病的？奶奶多么难过，你是这么懂事，该心疼奶奶一点啊。是啊，龙儿乖，听太后奶奶的话，太后奶奶已经和你说了一晚上的话了，你不能再闹性子，不然额娘可要发脾气了。好了，孩子已经在这闹别扭了，你就别吓唬他了。臣妾是怕皇额娘您累了。龙儿初来乍到，总是不大适应，咱们要耐心点儿哄孩子。我要回去。什么？你说什么？是不是要吃东西了？太后奶奶，我要回去了啦！我出来的时候跟我娘说好，很快就回去的。我娘现在一定很着急呀。傻。这儿就是你的家，梁妃就是你的额娘。你现在不是普通的孩子了，你是皇子，是阿哥，将来还要做亲王呢。我不要做阿哥，我也不要做亲王，我要我娘。太后奶奶，万岁爷都可以跟他娘在一起，为什么我不行？你是跟你的额娘在一块儿啊？奶奶不是跟你说了吗？梁妃就是你的娘。是啊，龙儿，额娘以后因为好好疼你，比你亲娘还疼你的。我不要那么多个娘，爹娘都是只有一个的。哎呦，这孩子可真固执。皇额娘，我看您也累了，这样好不好？您先歇着，我带龙儿回我宫里，好好的哄他吃点东西，明天再带他来给您请安。也好，有你照应，这往后也都是你的事儿了。母子俩早点培养培养感情也好。是，臣妾一定不会辜负皇额娘的心意。来，龙儿，来跟额娘回宫里，让太后奶奶休息。乖啊，女儿早点过来，奶奶等你吃早点啊。龙儿，额娘的住处在前面呢。
我要坐在这里。龙儿，反正这里又不是我家，我坐哪里都一样啊。龙儿，我对你好话都已经说尽了，没有性子再陪着你胡闹。我警告你，既然进了宫，一切就由不得你。你喜欢这里也好，不喜欢我也懒得勉强。但是从此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我就是你的额娘，谁也改不了。走。哎呀，你不是我的娘，我有我自己的娘。你再这样闹下去，你娘就没命了。你再这样闹下去，你娘就没命了。我娘为什么会没命？你要是乖乖听话，你娘的命或许还保得住，不然就杀了她，你才会安全。我会乖乖听话的，你不要杀我娘。小声点，不许嚷嚷。梁妃娘娘，不要害我娘，好不好？求求你。那要看你的表现了。现在我们可以回宫了吗？过几天呢？中人府会正式记录你的生辰，为你命名，你也不会再叫龙儿了。真的都不让你回来了，是不是现在都不让你回来了？文文，你是不是在怪我？爹娘，永庆，龙儿并不愿意进宫，她愿意做林家的子孙，我们母子都愿意为林家生，为林家死。可是尽孝，让林家因我而绝后，不能为你们二老伸冤，让你们二老死不瞑目。我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你们。相逢，
但是大清的王法竟然抵不过一个女人的自私。大人，在傲霜眼里，大清的王法已经死了。做傻事才叫我来看你的。哎呀，傲霜，你这是何苦啊？干嘛非走绝路呢？傲霜，我知道你的苦，你不能与龙儿团聚确实是生不如死。傲霜姐，再怎么说人活着总是有希望的，你就这样一走了之，万一万岁爷回心转意，龙儿回来了要怎么办呢？哎，是啊，龙儿挺机灵的，说不定就回来了呢。哎，你可不能让他回来见不着娘啊。龙儿不会回来了，我知道，我已经死心。傲霜，你可否再给本府一日的时间？大人，您这话什么意思？明日我就进宫面圣，非将那玉龙正法不可。倘若回来，这王法真的已经死了，既无王法，本府还倚仗什么为民父母，自该辞官返乡。臣有表上奏，体仁殿大学士玉荣，身为当朝一品，竟罔顾国法，教唆杀人不成，复又亲力为之，毁人名节，败坏朝纲，天理难容，恳请万岁圣裁。这事儿，太后不是已经裁示不追究，你还替他做什么？启禀万岁。太后裁事不公，不但违法，更有悖天理人情。若人人攀附皇亲，皆可为所欲为，那要王法何用？倘若万岁纵容玉荣行凶而不予理会，则微臣……那将如何？微臣辞官返乡，成全万岁圣明。是大人。你一边指责朕纵容臣子行凶，一边又夸朕英明，世事人，你是什么意思？若无微臣与朝中要求万岁遵守王法，则万岁就无需面对下臣指责，只是永远的英明盖世，毫无瑕疵的圣君。哈哈哈不行，朕怕寂寞，少了你在这的耳根低谷，那多无趣啊。朕准你守州，依法行事，玉荣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臣遵旨。盛世伦，是谁给你的胆子？你竟敢不听我的旨意，连同大理寺定了玉荣的罪，你眼里还有我没有？启奏太后，不仅玉荣大学士有罪，梁妃娘娘也应问罪。皇额娘，这是施世伦要赶尽杀绝，皇额娘你要救我。启奏太后，你给我住嘴，我可不要再看到你了。来呀，把施世伦给我压下去砍了。掌中原来是一道夹着蜂蜜的拥抱。
唱一次我才会明了，那爱情是会断的桥，心是会无限的需要，呼吸过你就戒不掉，或者是为了忙着闻得到发酵过的美好。寂寞人知道在心底有一个记号，日子淡不掉，也许一直会到老。寂寞人知道心能容得下多少，最多是没有情困扰，无法有了爱不要。